办法，因为工作的意义在哪里？是为了钱还是为了？刚才跟我讲，要如果不这样的话，那个超市还要继续再做这个事情，做营销的生意。好，这个是这个啊，外国朋友认为你们都听见了啊，就是说必须维持维权。如果这个超市再继续卖下去，卖的那些过期的，那将会危害到其他人。所以说，这不是几毛钱、一块钱的问题，这种是法律的意识，为了维护整个他的。好，我再请你说看，你说。I don't think that you should ask for the money back, but you should make sure that, that he doesn't do it to other people. He doesn't trick other people. 你一开始你可以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要带出去，他是他怎么样，但是他是故意的，他故意把一个过期的东西放在那里，那你就必须要把它要回来。但是往往在这种超市里面，这种行为是。